我是詹姆士。其实这是我看的第二版的《我的大老婆》，上一版看的是立军大哥。但我必须说，这一次晨晨你表现的让我有一点惊为天人。那当然娟姐啦，坤君姐啦，或者是 LB 啦，徐伟宁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棒，而且我很幸运在最后一场可以看到这个戏。希望赶快再加演，我还会再来看的，值得推荐哦。